大人一定会来救我们出去的。小丫头，别叫了。你是谁呀？你在哪儿啊？快救我们出去！你这个胆大包天的丫头，可知道自己闯进了什么地方？我当然知道了，我就是因为青木风大哥才跟随他来此的。你就这么喜欢他？ 连你的家人、你的夫君都不顾了吗？哎呀，大人啊，你可千万别乱说呀！我还未出阁，哪来的什么夫君？秦商城，又是你的什么人呢？秦商城，你怎么知道秦商城？他要是知道自己的娘子另结新欢，我呸！要不是为了查出你们这帮南荒暗探，这种小人我都看他一眼都觉得恶心。 你早就知道他是南荒的密探。废话，我奶奶我见他第一眼就知道。爱情，所以你这么做，都是在帮秦尚城。他是我夫君，我花容为他赴汤蹈火都在所不辞。这个就是爱情。你为他做这么多，他却什么都不知道。